有菜花跟牛奶哦。嗯，看到了，就这样样的。好。啊，人到有菜花，像滚来棒了。我本人能帮，弯不要他帮我嘞，能不能拉呀？本人能帮，哇，这油菜花太好了，肯定比我人的还要高，我有1.55米，那这个差不多有2米了。2米有2米，高的还有2米多。嗯，我们两个自拍吗？好啊，找朵漂亮的花，用这个做前景嘛。耶。我脸好大，你脸好白，我脸好大，你又白，过去看一下吧。快点看。我们过来，我跟我三嫂过来拍照，来讲过来拍照的，然后发现我们邻居在这边，就是扶这个油菜花。因为前段时间刮风下雨嘛，然后这个油菜全部倒在地上了，所以现在要把它全部扶起来，我们也来帮一下忙呗。可能是它长得太好了哦。对呀、啊。太高了，更容易倒。哇、哦，这个都烂掉了，你看。嗯。很棒的，把人拉伸了。这个叶子拿回家喂牛。需要弄上绳呢？就上嘞。上面多啊？嗯，你要分到上哦。就条羊呢，然后就转的嘞。哦，我要不点呢？弄个还能上，弄来来拿。快点进来先。这人都给俺娘给你们，那叫送成人家了。就贵。啊，那本来多大木能，俺那木能也送了哈。哦，全部倒了，你看。如果倒在地上的话，这个就会烂掉，所以要把它扶起来。早知道我也穿雨鞋过来。我今天穿雨鞋。乱踩哦，倒了，全部倒完了。妈妈，你妈被油菜埋住了，看不到了。你们家的油菜太好了，能上来吗？要不拉你，拉你吧。一二三，哎呀，就不去上毒啊，没怕毛呀。嗯，就熬毒熬毛用的，也是认真的。对啊，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农家肥，用的是那个牛粪草，来种这个油菜，所以长得太好了。我们家的就没长这么好，所以好像我们家的没有倒哦。嗯，没倒。哎呀，全都倒完了，妈妈。对呀，这一片呐。你可以扶起来，然后就让你妈妈来踩这个泥巴，把它踩紧了，它就不会倒了，暂时不会倒了。但是如果刮大风，有可能又会倒、哦。有可能又会倒的。嗯。你懒不了，你进来下。懒了，哎呀，完了嘛，接拉，接忙了，那个接来不喽？哎，接嗯嘛。你那又里头有我了。哎呀，不能恨。乌天呀，又咋了咋？嗯。这么大工人会料啊？这是。冻得要，我能当啊。那个冻得要啊。今天一天是做不完的，是吧？我们也要回家做晚饭了。明天再来帮忙，明天再来，下半夜烧够了吧？哎，这也差不多。嗯，下半夜我没困，我没太困。我们都差不多了，现在要回家做晚饭了。哇，我这鞋子一边都有2-3斤了，你看这鞋子。哎呀，早知道我就穿那个雨鞋过来。你这也是。呀。中缝的。还好我穿水鞋。你穿的水鞋来是吧？嗯。哎呀。没事，回去刷。我们明天再来吧，如果明天没事的话。这油菜今年绝对是好收成。对啊，长这么好。其实菜籽油炒菜也蛮好吃的。嗯。我们喜欢炸那个米花，就喜欢用那个菜籽油来炸。炸鱼也好吃啊。嗯。炸鱼都喜欢用菜籽油来炸，不粘。哎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回家做晚饭了。哎呀，白眼的喽！哦，下山了吧？就要回来就。嗯。那谁得帮助？好。我觉得我们村里面这种夫妻已经很少了，不出去打工，在家里面种点地啊，喂一点牛啊。对呀、啊。就因为他们要管小孩，小孩很大。主要是带小孩。对。所以我觉得，我希望你跟三哥也不要出去打工。真的。我觉得只要我们一家人努力，他们其实也每年种点姜，种点油，
油菜，养点牛也还。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年种一点姜啊，然后种一点其他什么的，我觉得只要努力，我们生活还是过得去的。嗯，我也希望我姐姐也不要出去打工，也希望二哥他们也回来，是吧？嗯。哎呦，好了，努力吧，都为生活、回家刷吧，好吧，去自来水下面冲。我们要回家做饭了，拜拜。拜拜。